什么？哎，你还走过去？他想要走过去看到他自己坐在那边好不好看？就要走过去发现，发现画面里面自己不见了，发现怎么这么丑？狼人请杀人，要杀的是当我女朋友。好，女巫请睁眼。今晚他死了，你要救他吗？你要使用毒药吗？毒爱生，他刚才狼人都没动，现在动。好，女巫请闭眼。毒爱生，快点！预言家请睁眼。知道谁是狼人？刚刚就是狼人在杀人的时候，然后蔡长友在那边笑，就蔡长友跟书生在那边笑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他一定是百分之百的。Hello， 然后我是法官哦。对，然后因为对，因为会杀我的人就是真的就是蔡长友，因为平常不可能有会想杀我，就大家喜欢我都来不及，不可能。然后第二个人选是陈慧，对，因为陈慧大家不要看他今天穿黑成这样，就代表他人黑心也黑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蔡瑞，因为他穿成这样，要整身红。哎，法官，法官，要不要限制这个？没有没有，限制时间。我跟你讲，我死了之后就是法官，而且我第一晚死后面也没有我的镜头，所以。所以这个我能多讲就多讲。那个蔡瑞雪今天穿这么红，代表她死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厉鬼，所以她现在还没死，就代表她已经是狼人。第一晚，各位不用担心我的变态，我会再见，然后停止发言，或是法官给我闭嘴，把他毒死，把他毒死，相信我。一个平民，然后徐凯可能是长得丑。大家，我的粉丝请发声。哎，请闭嘴。反正他刚刚讲的都是不重要的话，所以我也不会听。反正我就是一个平民嘛，这一局没什么资讯，所以下一位是好人，他是安娜贝尔。那个女巫姐不要喊的贝尔。讲话不要讲声。如果预言家验到了，然后他就可以出来；还没验到的话，就可以继续躲着。好，我这局也是个好人，然后徐凯要踩我，他死应该啦。发言前。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结论，预言家没有验到的话也先不要出来，然后我觉得女巫不要听许卡奥的乱毒人，我们先慢慢看，我等一下会看其他有没有发言。我是一个好人，但是我听完许卡奥讲这么多话，我觉得他是狼人自导自演，然后他本来想要有很多镜头，但是最后发现一个都没有。我是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只是一个好人，有用的好人。我是路人，刚才晚上的时候在杀人的时候，安生都没碰我，然后杀了一晚之后，他马上靠着我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杀人的时候在不好里没有靠着我？就我会怀疑他是狼人，不要这边给我装。所以大家我踩他，然后我是很拼命。像安生死了，怎么样？不能回话。听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踩他，他就死了。这支影片我借你了，好好拿钱，揍死他们。我是不想跟风，但是刚刚我坐在菜场旁边。他真的的确有效，是真的。我不是想要跟风，但他真的有效。好，我先解释一下，我是真的有效。
可是我是有身份的人，我跟徐卡很早就讲好了，我们会想要多一点镜头，所以他不会杀我，我也不会杀他。最会杀徐卡绝对不是我，反正我是觉得如果配咬安生的话，就有可能是安生。对，因为配的逻辑蛮对。就是重点是安生已经死了，被踩死。然后我觉得应该现在还是先讲了，就是先不要跳出来，因为如果里面要狼的话，你那好的跳出来被救是一个废物，所以你们就加油吧，不要听凯浩讲的话。我是好人，因为我刚刚在看牌的时候，我发现凯浩他看完之后其实是蛮悠哉的，就是他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。就是我是平民，还没有开始前，小吴就说他是平民了，然后一号也是平民，黑鱼也是平民，老庄也是平民，像你五个平民，在我们其中一个平民一定是狼人。然后我真的是平民，笔记做的有点烂，可是我是好的。在一个场外资讯，当在闭眼睛狼人杀人的时候，小吴嘴巴有一种气音的出来，没有，他完的时候小吴就笑了。所以我会有点担心会跑。换我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是有迹可循的，因为其实我刚刚确实笑场。那我笑场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的第六感很灵。我跟你说，你刚刚说的很好，让我找出五个平民，有一个人就是狼人，那个人就是陈慧。因为我第六感真的很灵。就是我刚刚就感觉不对，因为我闭着眼睛，平民很可怜，能靠第六感生存。我就觉得说不对，那边只有光子，我刚刚绝对没有说话，我都是先吃好先出来。所以你听错了，这绝对是错误的资讯。我现在就先轻踩成灰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准的，你们现在看就知道。谁是狼人很清楚的啦，但我现在觉得说大家应该不会选我，因为这局常勇应该凶多吉少了。好，来投票哦，三二一。怎么这样子？好，常勇死了。常勇有遗言。我是预言家，第一局练的凯浩，他是好人还是死人？所以刚刚小乌头，你们可以多观察他。反正在我心中，我觉得嘉文跟瑞雪都偏好，因为嘉文就是女人，然后瑞雪就是好人。不能。然后其他人的话，就你们都杀完吧，剩他们两个就好，应该没什么好讲。好喽，发言完毕喽。天黑请闭眼。狼人请睁眼，请问你们要杀的是他？好，狼人请闭眼，女巫请睁眼。今晚他死了，你要使用解药吗？那你要使用毒药吗？预言家请睁眼，请问你要测的是他是？预言家请闭眼。天亮了，昨晚陈慧嘉文死了，没有遗言，被血发言。可能一号、二号就是一个是被毒的，一个是被狼杀的。然后现在因为没有资讯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什么。刚刚的情况呢，就是预言家死掉了，所以现在其他神职我觉得藏好。哎，这样因为大家都说自己是平民，好，不然就先都大家都先藏好。我觉得刚刚发言起来的话，我会觉得小吴有一点点可疑，因为你刚刚完全没有解释到你为什么笑，你是直接说你笑完后，他就讲说为什么大家都是平民，所以你才这样子，这是之后的反应。所以我觉得我待会想听你这方面的发言，就雨谦这局就是偏好，他完全没有紧张的样子，因为他当狼的时候他会面红耳赤。我是一个有用的好，但是我的作用还没可以用，因为上一局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唐勇就说嘉文是女巫，这一局嘉文跟陈慧就死了。唐勇这是预言家，但是他预的是凯浩，为什么他会知道嘉文是女巫？我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。然后他讲完，然后嘉文就死了，会不会是唐勇是狼，然后他给他同伴说要杀掉嘉文？刚才就说过，如果就算你是神，也不要像他来说我是有用的好人，你是脑袋是有自觉。我直接捅你，他的发言就是非常奇怪。我懂常勇，他说他感觉他是这一局是徒伤。对，干嘛？狼人想杀人吗？饮料来了，我会拿饮料喽。啊，可以啊，交代完了。你钻得出去吗？女巫的解药还没用，如果等一下我死了，就我下。因为我是预言家，我刚刚第一场就先验陈辉，陈辉是好的。刚刚他说安生怪怪的，然后我第二场也安生，他真的是狼人。等一下就先把他投掉，女巫解药还没用，所以等一下我一定会被杀，去救我。我应该是相信常勇是预言家，他先这样说，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好人没错，而且我有点相信他是女巫，因为他刚刚在讲到女巫的时候有一个表情。我应该会投老庄，我是好人，真的是好人。
换我了，我应该是上一局出最大包的一个人，我要跟陈慧道歉。他不是坏人，可是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死掉，因为我是平民，那我就一个一个讲。我先说，我刚刚发出的声音，那个就是真的只是就想到就想笑，所以就笑出来，这样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。我只是平民，着实的平民。听下来之后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佩玉没有怀疑我，可是我很谢谢你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超怪的，因为我大家都会怀疑我，结果我很谢谢他。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常勇自刀的可能性是有的，所以我觉得杀常勇没有错，你们之后就会感谢我，因为我一刀把他杀了这样子。接下来只有我勇敢的站出来，你们都站，我勇敢傻眼，我傻眼，我这样子然后会不会收回去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宇谦跟瑞雪有可能是狼，我只说轻轻的踩哦，因为瑞雪刚刚说，他说宇谦如果说当狼的话会面红耳赤，他其实有点紧张。我个人觉得，因为毕竟我在旁边骂，轻踩而已哦，轻轻的，勿骂哦，勿骂哦。哎，我影片不能骂人哦，你只要在底下骂人。好，发言完毕喽，3、2、1，请投票。安生2票，请发表你的意见。我才是女巫，不接药还没用。但是你的死，我读的是陈慧，因为上一局就是大家都说陈慧怪怪的，对，大家现在目前资讯是这样，所以嘉文就是被狼杀的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加油。天黑请闭眼。狼人请睁眼，今晚你要杀的是。好，天亮了，游戏结束。谢谢大家。他是狼人方的 MVP。对啊，是狼人 MVP。谢谢，哇，看错了啦。